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都提倡爱的教育，那也给孩子像不如以往我们所接受的比较严苛的、比较属于秩序的教育。但是我觉得悠悠的方式是对的，悠悠一直告诉我们，一直教导我们规矩，或是一些所谓的应该要有的正确的态度。那建立在态度跟规矩下，而带给孩子的教育跟爱，才会是更真实的。那
在克里斯汀里面，我感受到了除了真的非常专业，然后非常用心的英文的教导之外，有更多是让我们家长真的跟着孩子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，怎么当一个真的可以陪伴孩子一同成长，然后真的是一个好爸爸、好妈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 VS。